就是有喊得特别用劲，那就没办法呀。哦，挺危险的，爬龙舟，因为你爬完之后，对于你整个，因为它只是用一边的力度，所以你们自己要平衡另一边的训练。我们从那个沙田那边爬到这边，有几公里，4公里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有3公里吧，就用了20分钟左右了。虽然每一年都有上一回了，他没有我就回家就吃了，不关我事吧？对，他的天生就是这个体型的人，他真的是比较那骨架比较大的那种。对自己的小朋友比较严格一点的，中秋就是拍戏啊，要演员的假期跟别人的假期不一样，没办法呀，谁都要，对啊，你好像每一个人都问我们演员这个问题啊，就好像其他人都不会面对这样的事吗？没有这个问题吗？我不相信我。其实，对，我觉得很多父母都为，就算就不用出差，也不见得他们花很多时间陪自己的子女，所以应该这个不是只有演员的问题，是个人的问题。